属先锋，这怎么还有俄罗斯方块型的呀？还有蜂巢型的呢。这一块都这么小，这么难啊？今天来挑战拼图版灭鼠先锋，第一款是七巧版，第二款是俄罗斯方块，第三款是蜂巢款，要先完成拼图才能开始 PK， 最后获胜的人可获得5000元奖励，赶紧开始吧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，我最喜欢俄罗斯方块了，那我先来拼吧。玩过了那么多次拼图，这种难度还是难不到我的，咱们先从上面开始拼。一大半已经拼出来了，现在只剩最后一小块了，小伙伴们给过过我点点赞赞哦。我的数量比贵贵的少，肯定拼的速度比他快，来个最大的三角形放在上面，就剩最后两块了，粉色放这儿，最后一块，噔噔，完成喽！我的拼完了，这么快，现在只剩我的蜂巢拼图了，咱们先从它的上面开始拼。现在离成功就差最后一块了，打上爆炸！接下来咱们就要来灭鼠挑战了，我要选择 PK 的人是小鹿。我要先来三个，那我就来四个，剩下两个交给我啦，一次性按五个，我要按六个，来四个蓝色的，来四个粉色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按十二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次我只按一个，你只按一个肯定有鬼，那我要把紫色全部按掉，最后的赢家肯定就是我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连按四个我就赢了，我竟然输了，那我跟小蚁人 PK 了，这轮我们每人最多按八个，六个，那我就直接来八个，你八个，最后一个交给我，六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5678，剩下的红色小熊交给我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个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那我来一个，你完蛋了，再来三个，啊，最后一个怎么是我的了，你们两个菜鸟想赢我难都没，那我的这一轮我还是不找你挑战了，我找贵贵挑战，我，你就不怕我分分钟赢了你吗，这一轮最多一次按六个，你肯定赢不了我，那可不一定哦，那我把这一排绿色全部按掉，浅色小豆豆就交给我了，剩的这一个我按了，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，把这两颗紫色的按掉，再来一排蓝色的，四颗红色的，两颗绿色的，粉色的全部按下去，现在只剩七个了，贵贵你要输了，连按六个，不是吧，我还以为剩八个呢，数学不好他是不用玩尿鼠先锋了吧，小心豆豆，这怎么全是五颜六色的问号啊，这四根彩色的是什么呀，还挺好看的呢，这不是狗狗和猫猫吗，今天该不又要来拼图了吧，没错，今天又要来拼图了，一共有三款拼图，分别是猫咪和狗狗拼图，心电图拼图，以及七个问号拼图，最先拼出来的人可获得3000元奖金，这个心电图拼图看起来太有意思了吧，先来看我的吧，这四条水晶心电图真的太好看了，亮晶晶的，咱们先来拼绿色的，哎，奇怪了，这跟边上的形状怎么一点都不契合呀、啊？难道是红色，红色也对不上啊，橙色的也不行啊，蓝色就更对不上了，这要怎么才能拼得下四条啊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同步形状的拼图，哎，赶紧来拼拼看吧，我要先来拼这只小猫咪，怼进去，拼图的秘诀就是要先把边缘拼好，赶紧把猫猫的脸颊拼上，这个 V 字形刚好可以放在屁股这儿，拼猫猫的脚脚喽，这个形状刚好合适，现在拼身子喽，这个拼图很简单嘛，就剩最后四块了，猜猜能不能把这个小猫咪拼出来呢，这个问号的形状看起来简简单单，但是要拼进去啊，真的是太难了，一共有红橙蓝绿四种颜色，咱们先从这块最大的橙色开始拼，把它最大的边怼在那个拐角，再给它来一块跟它形状差不多的红色，这一块蓝色就放在这里吧，再放这块绿颜色的，现在只剩三块了，蓝色的来一块，橙色的来一块，嗯，这个绿色的应该放在哪里呢，怎么办，根本拼不出来啊，你们俩和俩都拼进去了几块，我这根本就拼不进去啊，虽然只有四条，但是真的好难拼啊，算了，先随便拼拼吧，再来个蓝色，怎么感觉才放两个，第三个就已经放不进去了，怎么塞都塞不进去，你们拼图这么难了吗，还是来看我的吧，我的猫猫拼图马上就要完成了，再把这个小皇冠放上去，倒数第二块，哎，怎么只剩最后一块了，这一块放哪都塞不进去啊，奇怪了，难道我之前拼错了
我要把万万拼图重新来拼一遍。这次啊，我要从最小的开始拼，把蓝色的小方块放在最拐角，再来一块绿色的六边形，橙色的放在这里，红色的也怼进来，再来一块蓝色的，还剩下最大的一块，不知道放在哪里好。这都已经拼满了，我还是没有拼出来。哎，小猫终于被我拼出来了，刚才只拼对了尾巴和脚脚，这次重新来拼，先把小屁屁摆上去，成功对合上。小皇冠来啦，再来一个 V 字形，就剩最后三块喽。最后一块，噔噔，完成啦！我的小猫已经拼完了，你个狗猫还没拼出来呢，你有本事你把你的心电图拼出来啊！既然在这个框里拼不好，那咱们先拿到外面来拼，在外面摆好了再放进去不就行了？一定要把它们四根并紧了，我拼！现在应该能放进去了吧？来试一下啊！怎么还是放不进去啊？这也太难了吧！啊，我已经知道怎么拼了。先来一个橙色的，绿色的放在这边，蓝色紧跟在后面，我最喜欢的红色放在正中间，蓝色放在最边边，绿色的连接上，最后一块大方块了。猜猜它能不能放进去呢？我放，哇塞，成功放进去了呀！想不到吧，我竟然是第一个拼好的耶！结果你抢先了，赶紧来拼我的狗狗吧！先把狗狗的头拼上，找到对应的形状，这里刚好合适哦。V 字形，腿也拼上，另一条腿旋转过来，还有尾巴呢，就剩最后三块啦。最后一块，噔噔，打工告成，我是第二个完成的。啊，现在轮到我了，这个到底要怎么解？先来拼橙色的，再把蓝色踩在橙色的上面，红色要和蓝色拼在一起哦，最后就是绿色了，猜猜我能不能拼进去呢？我拼，成功拼进去了哟，拼完了。人呢？小伙伴们，西瓜和叶子海选赛正式开始啦，大家可以通过评论、弹幕、强烈推荐等各种方式来获取票数，一定要记得每天都来给各位投票哦，帮助我们成功晋级。就剩最后一块啦，我可能还有这么多缺口啊，再来一块红色，一块蓝色，哇，两个立方体就完成了。现在这边就出现了一个爱心的形状哦，咱们把爱心形填进去。这个拼图怎么像爱心啊？哇塞，好多零星方块啊！看我的拼图像不像小怪兽啊？今天又来挑战拼图吗？没错，今天又要来挑战拼图了。这三款拼图分别是立体拼图、六角拼图以及桃心拼图。最先完成的人可获得500元奖励。哦，那必须是我这个拼图小天才先来呀、啊！我的六角拼图一共有11块，每一块都是不同的颜色哦。咱们先尝试把它们的角拼上。这个爱心拼图看起来好独特呀、啊，里面的每一块都有光滑的弧形哎。我也先从边角开始拼吧。这是立体拼图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呀、啊？不过它的盘是一个雪花的形状哎，这些菱形肯定是放在最边上的。我的拼图超简单，3分钟就给你拼出来。绿色的接在它的旁边，蓝色的对边放，紫色的放这里刚好合适。粉色的放在绿色的下面，我最爱的小黄就塞在角落里吧。玫红色、绿色、橙色接在它的下面，黄色就剩最后一块啦。我可能还有这么多缺口啊！这个拼图是不是少了呀？看着倒是简单，操作起来好复杂呀、啊。我的该不会也很难吧？咱们来把这一片爱心怼到这个角上，这里还有个类似爱心的形状哦，放到这里来。那这个角落的我放不下了，这边也是，不过挤进这边刚好合适哦。可是这样的话，这两边就有缝隙了。我才第4块就拼不下去了。那我的立体拼图肯定比你们的都要难。咱们先把它的几个角填充上，填充角以后，我们再填充它的缝隙。剩下的都是菱形了，怎么感觉怪怪的呀？像这样的小缝隙根本填不了嘛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拼了，也太难了吧！我都研究出来一半了，这就拼给你们看。这次我要先拼小的，挨着红色贴边缝，红色放在这儿，不就能卡住了吗？这里再来一个青蓝条，玫红色、绿色、橘色，嘿嘿，我还剩最后4块啦。红色的肯定放在这里呀。马上我就要拼完了，我怎么拼这么快？我得抓紧时间了。这种感觉像是放在边角的，其实啊，它们是放在中心的。像这种没有弧度的才是放在边缘的哦。另外一个角和它凑在一起，这个形状刚好和它契合哎。这个大平边就放在最边上吧。现在这边就出现了一个爱心的形状哦，咱们把爱心形填进去。我感觉我也快拼出来了。你们等等我呀，我还没搞清楚它为什么是立体的呢。哎，说不定拼出来的图案是立体的呢。把它们全部倒出来，再重新拼一遍。咱们先来尝试拼出一个立体形状，另外一面来个冷色的，上面有黄颜色，这么看是不是有点像立方体啦？再来一块红色，一块蓝色，一块黄色，哇，两个立方体就完成了。我终于掌握立体拼图的奥秘了。不好意思各位，你们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我已经拼出来了。先放紫色的，
这样粉红色的就能卡进这个缝里啦。最后一块绿色，噔噔，拼好啦！不公平，那都是最简单的，来看我的爱心拼图吧。来一块花瓣的形状卡在这个缝隙中，把这个尖角推进去，我已经完成1/6啦，最后只剩一小块啦，真的是太简单了，直接填进去，完成喽！现在我们两个的都完成了，就差小鱼的喽。我的最难，肯定拼的最慢，但是我的拼出来最好看。所有红色都朝右边放，黄色都朝上面放，蓝色都朝左边放，把握住这个规律就能拼出来了。最后一片完成了，果然很立体。